我捡了大便宜，何必捡了一堆标签的石头？那我今天要变肥吧，只给我咸菜。啥子头？你们走着瞧。哦，清洗好。老话说牛肝马肺羊肠子哈，这三样东西都是阿公最喜欢吃的。既然有这些老话，就是皮肤塌面苦，必定有缘故。哦，今天吃一块，剩下那个邻居分哈。哇塞，好嫩哦！再去掉贴膜，还要再磨贴得好。 哎呀，来，让它搓窝儿。好的，这可是个硬菜呀。哎，你看我们怎么跑掉了？半生我搞不懂哦。收到，收到。洗到片层大片牛肝，尽量不要掉。看嘛，煎一个剃头的，越不越好。慢慢推，慢慢拉。哦。加入清水冲洗哈，去掉血水，去掉血水后就不腥了。再把牛肝腌制哈，盐巴、蚝油、鸡精、胡椒粉、一点生抽、一点料酒、红色淀粉一起搅拌均匀。 搅拌均匀后腌制十分钟，这个菜复杂了，还要把这个石头晒干。牛肝水分备用，一把海鲜面，再准备点配料：大葱、芹菜切断，洋葱丝、青红椒、生姜丝。 再放点慢慢盐，阿公点火哦，要不再开干？裹上宽油，再放入干窝儿，小火把窝儿炒脆，油温300-900就可以了。起锅，再下入牛肝儿，哦。 再迅速浇散，石头的余温就可以把这个牛肝焖熟哈。烧入葱段儿，芹菜也热。就这个石斑牛肝，我后几点评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Thank you。来嘛，我品尝下脆不脆？要得，看看。我先给你这个脆的，我说牛肝都脆的。你看，哎呀，整点洋葱，你整点洋葱一吃，整点洋葱一撇就行了，哎，巴适。 敲头才能嘛，啊！你这都给我配对，配对，配对新的刚刚意思。好。哦。嗯，还真脆。我好烫。嗯，我很冷哈。嗯。脆什么？嗯，脆。好。 嗯，生剥的，这种越剥越好吃，知道吗？嗯，你看这一步，哎呦，哎这，这巴适。这菜微吃那种太烫了。还有一个缺点。啊。太费油了。哇，嗯，这个油是可以回收的哈，可以炒青菜什么的哈，把绿叶嘛烧开就可以了，懂吗？嗯。 嗯，香，特别嫩。哎，我吃了，我配的太少了，多点汁酱里面，好吃。配的好吃。嗯，配的好吃。Hello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，如果喜欢我，想互动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大明，我是大红，我们来点，拜了个拜。